好不好？阿喜，你领工也可以挂我的门诊，我再跟你解释一下。好。二十多位志工一早做环保后就来这里报到，因为今天有嘉义慈济诊所做医疗咨询。我们的志工，特别是环保志工，都比较热心做慈济的一些活动，所以比较没有在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有机会我们尽量就直接到现场来跟他们做这样子的医疗咨询，他也希望说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。志工每天认真耕福田，也要照顾健康。医疗团队除了卫教隐藏性高血压、高血脂问题，也叮咛要定期做检查。我紧张的时候，走路喘的时候，血压都会比较高，量起来都很高。他刚才量起来也很高，给我们很大的福利。然后我们人本来就要定时检查。我是感觉咱的医生嘛，做花心啊，做花心咩？讲哦，这环保志工啊，伫咧做吼。啊，是要照顾咱只环保职工的健康。啊，到时啊，伊就讲，你的血压较悬啊，你也爱注意点。爱的医疗全人照顾，为默默付出的社区菩萨做好健康把关，让他们能够开心做慈济。大新闻邱慧玲、陈柏洲嘉义报道。